你真的有，为什么只要是痣就是美人痣？那如果它不是美人的，那就是痣。我们这一次是美人痣200期的封面，掌声鼓励。要不然我们约定，我们300期再拍一次。好，就这么约定。那时候我们还在演艺圈吗？我们也约定400期，倍数都是。只要摆了我们，凭什么？真不知道，250期，250毛地好了。250，好啦，终于。好，大家要多多支持哦，因为我们拍了很多套不同的造型，然后也有一些关于我们的默契的小考验，然后也有很多。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眼神，请大家一定要支持200期的美人痣，对对对。